今天会非常欢迎有总共有14队，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欢迎也谢谢各位抢一大早就报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松原诗歌乐团体的合作制作。好的，Little Star，在颗小星星底下，我会称之为必然。小何，第二队。而父母们在雷雨中把襁褓中的婴儿悬挂在树上，盐是他们珍贵的矿石，海贝壳在葬礼十一左边，冷漠中透露坚毅表情，翅膀闪烁着难温带的光，它是宇宙至大论的见证，这样普通的值得相信的一个理论，就是觉得这次的活动就是办得很好，而且我们练习的时候也是蛮辛苦的，我们牺牲很多时间在练习，要在那么多人家面前这样子念诗，这很难，也要有勇气。但是这次能得名，真是蛮开心的。但在你令他不如失意，而对某个身材巨大的猛男放电之前，请听他说话，听他说啊。愿你不愿，好让你的判断力抑制你目光之野心。听着，残杀动物才算男子汉吗？穷凶恶极才真算伟大吗？嘿，用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爱人的价值，这岂是明智或公正之举？一同游戏，微妙的访客，你来到花中水中。你不只是这颗每日被我当成一束花紧握在手中的白色的头，那是诗歌朗诵，所以声音声音是主角，但是声音也是灵魂。那大家不管你是做肢体动作，或是你做表情，还有你的装扮，我想这些东西都会让声音更棒。我觉得大家其实今天表现都很棒，但是我觉得团体队的表演，我觉得挑战是更大的，因为团体之间四五位伙伴要一起，这个协调性，还有情绪上的表达，还有就是对这个诗歌内容的理解，那都一定要到位。忽然又升起了迷雾，薄霜的轮廓，春天的调色盘，重绘你的姿态，追寻你越过忐忑的隧道，野性的深呼吸，原词秋雅如球茎，不对称的枯叶怀抱紫花，恋极的刺青。其实我们之前其实练习的还蛮辛苦，然后途中都是我们这些元素都是我们自己想的。然后我们去年也有参加比赛，然后就对这个比赛，就是听到有这个比赛就蛮有兴趣，想要参加。然后这次就带着很开心的心情，可以来这边比赛表演。今天也没想到能够拿到第二名，然后今天很感动。然后老师就指导我们也就是也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希望下一次也可以再来，然后再来参加这个比赛。你找到在雪地上一蹦一蹦跳跃的我，张开充血的眼睛，追我吧！